个厨师忘了拉手刹车，公车倒退路碾死妇人。这辆无人驾驶的公车就这样倒退路，将这名79岁的吴里美菊碾死。这起意外是63岁的公车司机简聪喜犯了要命的疏忽造成。昨天早上9点多，驾驶208的简聪喜从大直将公车开回新北市新店安和路总站时，因尿急下车上厕所，忘了拉手刹车。这时吴里美菊在总站找不到要搭的公车，准备离开时，也熄火的公车没声音的倒退路从背后碾过他。公车还一路滑出马路，到了对街的停车场撞上了汽车才停下来。司机上完厕所冲出来也来不及阻止，感到相当自责。妇人的儿子接到通知赶来现场时痛哭失声，家人悲痛之余也能体谅公车司机辛苦，以口头原谅司机，希望客运公司汲取教训，不要再让悲剧发生。警方讯后依业务过失致死罪将司机移送。宋新闻新北报道。